快看，好帅啊！是真的好帅啊！不过他旁边那个大婶，该不会是他女朋友吧？哎呀，不会啦！走。亲啊！从哪儿来的？你干什么？怎么了？都多大人了，连小女孩都非醋黏吃。才知道。你要这样的话，将来不知道你还要吃多少的醋。就你这脆弱的泪腺，能行吗？那你舍不舍得让我哭啊？圆圆，你可不可以答应阿姨一件事情？阿姨，您说。阿姨希望，以后不管你跟君君的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，或者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阿姨都希望你善待君君，不要成为那个惹她哭的人。腾俊，如果将来你真的遇到了让你很难受很难受的事情，你就哭出来。我会在你晕倒的时候，从你背后接着你。干嘛啊？今天这么肉麻？因为我爱你啊。是大神，你就是大神，我是大神。你在干嘛呢？刚回来就工作啊？骆总，骆总让我帮他整理一些资料，可能还得出趟差。妈，那岂不是新年刚开始我就要变成空巢儿童了？傻瓜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啊，哎，你到底跟我妈说了什么，让我妈同意我在 MH 工作？秘密，不告诉你。不说拉倒，我还不想知道呢。反正我已经达到目的了，过程我也不在乎。行了，你先去睡吧。啊，明天不是还要参加新春会吗？到时候你可是要惊艳四座。乖了，去吧。走吧，来，回学校啊。来，早点睡觉，皮肤好啊。睡吧。